你失言了。我有办法让他不能再咬着杰伊不放。你忘了他不是真正的问号吗？什么时候开始查我？下周我会把他的指纹报告交给你，但必须保密，我参与了这件事。他在你身边，我们才能安全，你才有机会见到。韦小姐，你需要在十分钟内离开公司。不用十分钟，这种破地方，我一分钟都不会多待。我正式离职了，各位，江湖不再久。双胞胎换身份，车祸，你的经历也真是集齐了狗血故事的俗烂元素了。你呢？你为什么也被开除了？我怀疑他们在洗钱，但我没有证据。但至少我不要再和这群龌龊的人待在同一条贼船上了。你怎么发现他们在洗钱的？昨天我去司陪张总谈一幅画的交易，他们成交的价格绝对有猫腻。司是小林总名下的一间会所，只做他的私人借贷。姐姐的拍照地点就是司，我想进司，你能帮我吗？今天晚上我来安排你进司。我帮你，你别碰我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不介意，单恋你。你真恶心！找个地方散心，短时间之内别回来了。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啊，但是遇到麻烦还是欢迎你随时回来找我。求情夫人。说是我女伴，九点在大门口一起离开。谢谢乐总这次帮忙。真想谢的话，就帮我劝一下乔飞，赶紧松口来我公司上班。不知道和你说多少遍，向上就是按上，好不好？电梯现在不是在三楼吗？你不得按下让他下来？哎呀，你开心就行。你看你这不下来了吗？四楼应该就是存放重要资料的地方。经理让咱们到保安亭把他的快递拿一下，你去吧。哦，好。
你要去几楼？三楼。好的。四楼必须刷卡才能去，那我刚才的猜测应该没错。两个人同时摸鱼，那个保安果然是四楼执勤的，太好了，再找一个人。现在两台电梯都被我摁到了一楼，两个保安应该也接到取外卖的电话了。哎，您稍等一下啊。正常来说，去一楼都会按下，但按照那个保安的脑回路，他肯定是按上去。这才刚拿完快递上来，又要我下去。这样两台电梯都会去往四楼。我只要控制好时间，在二楼和三楼让电梯停留一会儿。另一台电梯就会先到达四楼，只要保安乘坐的那台电梯下楼，我应该就能避开他们，顺利进入四楼。糟了，不能让保安进来。好汹涌！姐姐会不会在这里留下了什么线索？难道真的没有？那个人的感觉，这样很容易被发现，跟我走。这里找什么？还有五分钟到九点。到时候就能跟乐总的车一起离开，他的车他们不敢拦。是他吗？不太确定，好像不是穿西装的。
上个厕所衣服就不见了。啊？哎，他身上的衣服好像你的。喂，你偷我衣服做什么？站住！站住！咱们走吧，我有点赶时间。让我看看你的伤。资料没拿着，还受了一身伤。下次出任务必须带上我。你掉这不行。你先歇着，我去找。青的儿子于哲，那天他也是在找当年万青文化产业案的资料。脸色这么差，你是被人揍了吗？报应来得这么快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你不配。哲青，我们在相拥的那些夜晚里，从没做过相同的梦。在我以为我们会相伴着迁徙到极昼半球的时刻，
你许下的愿望究竟是这个白昼再长一些，还是下一个长夜赶紧到来？那么这一次，谁是能和我有同样梦的人？余哲，是你吗？In the dark.